我不是说稳扎稳打一直冲吗？我肯定说过了。好的 ，Ace， 已为您设定前往附近赛事的路线。达目的地。
了，我们这边的 Horizon 冒险也快准备好了，期待您的加入，晚点再聊。好的 ，Ace， 已为您规划前往附近赛事的路线。400公尺后，右转。右转。知道我准备好了，小弟我一直渴望出去看看墨西哥的其他地方啊！我知道车手们和巨星们都渴望让嘉年华扩张一下，并保留你们在名人堂的位置，以及你们知道吗？小弟我呢，只是有点心动啊！我要去检查 Best Arena 播音室的问题了，你们去拿下最后那几个赛场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400公尺后右转。右转。200公尺后左转。左转。200公尺后左转。左转。您已抵达目的地。
Ellie 打电话来说，我们准备扩大规模了。来莫莱赫见我。我们的第一次冒险即将展开，还有我们一直在准备的另一个秘密。等不及了，马上到 Rami。时候左转，左转。嘿，阿明达，你已经发现了吗？那是一块 XP 看板 ，Horizon 团队将它们藏在墨西哥的各个角落。如果你具备冒险精神的话，你会发现更多其他惊喜。你可能听过这句西班牙文，但那可不只是我家就是你家的意思，我的朋友，而是关于家庭和朋友。 Horizon 和墨西哥成为了大家庭的一部分，欢迎来到你的新家。